没有啦，那只是说一虎的嘛，这个这应该不会发生才对了。郭台铭不选，就要叫宋楚瑜提名你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？没有啦，这个我奇怪是讲不清楚。九月十七号如果没有去登记的话，那剩下只有剩下一个，还可以选的就是那个只有那个亲民党或时代力量的提名嘛，就这样。我意思在讲那个。可是如果你是党主席，别的党主席提名，这样不很奇怪吗？我不晓得，没有。他问我说：“九月十七号如果没有登记，是不是百分之百不选？”我意思是说，我只能跟他讲说，那按照目前的法律规定，只剩下一个机会吧，就变成是时代力量跟亲民党可以提名了。因为亲民党昨天有说，就是好像这样子真的有点怪，因为如果他是打亲民党的，但是你是民众党党主席，这样在选举公报上是不是？没有啦，那只是说一伙人嘛，这应该不会发生才对了。